据半岛电视台11日报道，一名以色列士兵8日在东耶路撒冷检查站遭枪击身亡后，巴以冲突加剧。以色列安全部队在枪击案发生地附近搜查居民住宅与商铺，寻找嫌疑人，期间与东耶路撒冷舒阿法特难民营的居民发生冲突。视频显示，一帮蒙面的黑衣青年朝以军投掷石块等物体，并焚烧轮胎，街头烟火缭绕。以军则举枪反击。耶路撒冷警方表示，特种部队和直升机参与了搜捕行动，并逮捕了3名嫌疑人，他们的身份已被确定。